今天看一个新的章节，主要是第十二章，希伯来书还有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所以我们大概会教到11月底啊，然后把之后呢，我们要换个其他的书本来教。今天呢，把它分成标题是忠诚坚忍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在第十一章之后。读者介绍了很多这有信心的名人、英雄啊，怎么样？但是他对他当时的读者的信心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有受到迫害啊，或者可能会离开他，所以他把这些见证人的信心告诉了他们呢，让他们能看到这些人，尤其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族长、他们这些有名的人，他们都认识，然后看到他们对神的见证，然后他就鼓励他们。要他们坚忍，再忍受这苦难，而且他们的这信呢，最后也会得到胜利。这就是他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目的在这里。主题呢，他提到耶稣基督显现他对神的完美的信心。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非常顺服的，走上十字架，然后钉死，然后复活。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对神的应许是有信心。所以呢，从他那里的信心，我可以看到他是信心的创立者，也是信心的终结者。为什么说终结呢？应该讲是永恒的吗？不是。但他的信心就是在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创造他对神的信心。然后呢，在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一段在与人的生命来讲的话，他的信心结束，但他的信心就变成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典范。然后呢，他继续说，教导他们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女，就要接受神的管教。那是因为你接受神的管教以后，才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这就是这几节经节的目的主题在这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是生活在属世的生命之中。在这里呢，在属世的环境中呢，作者也看到他们当时的这些读者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他提到的提醒他们都是被神呼召的，我们也都是被神拣选的，然后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祝福。所以他就是说呢，鼓励他们要从活出信徒的样式出来，然后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当他们灰心的时候，或是这个心灵有这个很疲惫的时候啊，这个信啊怎么样？有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希望他怎么样？天父要管教他的儿女是正确的，是一定的。然后呢，身为儿女的一定要接受管教。所以在这经节之中，他会比较属世的父亲的教导与属灵的父亲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情，在最后会提到。那我们基督徒呢，是的生活背景呢很重要，就会造成怎么样？我们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决定我们信心的坚定性。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属灵的，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在属灵的家庭生活，你的环境应该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在一个神儿子民的团体之中，所以你有团契啊，有来教会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你要照着子民、神儿女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是照属世的生活模式来生活。所以在这里这几节经典，你可以看到他如何，这个作者他如何把这些道理融汇到这现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这十一节呢，我来念。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里，专一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
他，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要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得你们，好像得了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是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的管教是我们为我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可以看得到，作者他把自己摆在那。我们是一起的，不是只有说你们啊，跟我没有关系。不是，作者也是认为说他也是基督徒，虽然他是作者，他也是牧师的身份，但是他以他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同样在这属世的生命之中，如何来接受神的管教，或如何来看神的信心，这些就是他的教导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把它定成是完美信心的榜样。你可以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就是专一注视耶稣，他就是什么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所以看到耶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睛要看着他，朝着他的方向去做。那怎么说呢？在这第一节开始，你看到所以。当有所以的，通常是联系到前面一个经节，但是我们的章节把它分开了，好像是根本无关的事情。其实是，如果说你把章节都拿掉的话，它是一段的话语在那里。尤其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它是说呢，这是前面验证解释到呢旧次序以前的信是旧约的信，你们族长的信，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新的信了。新的信怎么样？他把过去的人、过去的榜样，他们变成什么观众了？你想想看，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把他当做我们的榜样哦，名人榜，我们要看着他，把他当着。然后呢，现在作者转向来说，他们是观众，就好像你看球赛那些名人榜啊，这是 Hall of Fame 啊，在那里，你现在突然上去打 NBA。那些英雄坐在底下看去，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在这里。你以前是观众，你现在要变成什么？舞台上的演员，你要把你的身份表现出来，要把你的信心表现出来。这就是这两节经文。那如果说这两节经文讲完的时候，你表现出来，那你的目光要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是你最终的目标，而不是站在一旁就看戏就好了，你要参与，这是一个他的教导在这里。那是说，你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哪？基督徒，我刚刚讲过，已经被见证人包围。他是什么？云彩围绕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有人解释就说他在天上看着我们。那有人就说，已经有那么多这个范例，有那么多的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应该就在他这种信心的围绕之中，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不管怎么说，这些见证人呢，他们不是那些你去看戏啊、看电影啊什么，就是我底下观众就喜欢看到这热闹啊、好结果啊，受或者有受到感动这些，渴望得到娱乐，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旁观者，但是他们也是殉道者。在原文里面，那个旁观的字呢，就是有点殉道的意思。
啊，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为了神的信心，他们遭受的苦难，而且是为了那死了也没有看到结果。当然，有的就是为了殉道而死。你可以看当时新约时代，可能也有很多的使徒、门徒或者是追随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也都是一种殉道。所以这些人都是因为有信心，为了神的话语，为了信心而殉道的。然后呢，他们也就见证了所有神支持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见证了神，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就以身来做出了一个见证。然后呢，他们的信心也让他们活在他们的信心之中，也是一种见证。在这里呢，所以他就作者把这些讲出来以后，他希望鼓舞这些基督徒的信心呢，不要灰心，不要离开。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离开。好，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不论碰到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充满的信心，追随着神。摆在我们面前的赛事呢，其实这个你读保罗也去，保罗也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就比赛啊，然后朝着终点去跑啊，怎么样子？那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例子讲出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生命之中呢，也是像一种比赛的事情。他以运动员的这个严格训练的方法来说，他说呢，必须有自律。你好，你是要早上怎么吃，几点钟起来，晚上几点钟吃什么，做什么，什么样训练，都是一定要有规律的去做。我想我们在台湾都当过兵的就知道，早上是做什么，尤其说新生训练这种训练的时候，那是那种情形的话，就是完完全全照着军队的制度来。一样的情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样受训。如果说你想想看，在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这种运动员，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有规律的。而且呢，他要把身上所有的重担都脱掉，不是你带了多少东西啊，而是你身上的重量，就是你体重也要减轻，这也就是他一种训练的方法。当然，你如果说你去参加这种障碍赛啊什么，你身上的包袱是一定要很多，你要能够有那个力量，能够背着这个包袱去跑的时候，这也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这里呢，他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基督徒在你这个灵命的生命中，一定就好像赛跑一样，在会碰到一些困难，你所要说呢，都要有忍耐、坚定的信心，把自己训练出来、试炼出来，然后呢，讲到你的奖赏是绝对会有的。你的奖赏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奖赏，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永恒的生命，而不是短暂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不到，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我们盼望就是这个奖赏。这也就是说摆在你们面前的什么赛程，就是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活出你的样子出来，你基督徒的生活出来。那如何活出你基督徒的生活，他讲了什么？专一注视耶稣，就是说你不要从看这些名人啊，这些以前的名人啊，看到哇，他们信心多好。你现在要看什么？看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典范。你把你眼睛注视到耶稣身上，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比赛的时候，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终点。那你的终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把你的注视、你的目光、目标一定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此呢，你才能够看到自己所受的苦难跟耶稣比起来是不同的。所以就鼓励了他们。这里呢，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注意力摆在自己身上。哎呀，你看我受训，我这个多累啊！我要背多少？我要跑多少？那个是你要还要节食。减掉我的体重，这是多困难的事情呢。但是如果说你把眼睛放在耶稣基督上的时候，你要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这几十年的三十年的这种苦难的时候，谦卑的心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自己是如何的。所以他最后会提到这些事情，所以要把放在耶稣上。然后他说什么？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完成者。
主要就是说，耶稣所有的活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它也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你想想看，一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譬如说你一个非常荣耀的君王的王子，然后呢，到了贫民窟去了，所有荣耀都没有，你要跟着贫民窟的人一起生活，最后还要为他们的罪被判死刑。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完完全全的遵守，他是个先锋，他也是把他的在人的信心中，他表现出来，最终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信心开辟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信心，我们就跟着他的，跟随他，在他的信心里赛跑中取得胜利，而且呢，也他耶稣基督也提供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也鼓励我们要对他的信心如何，可以看得出来，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你把眼光注视到耶稣基督，这就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生命所说的事，碰到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你不会说是一定是什么呀，一帆风顺，这我们都知道了。那你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都碰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想"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而是要想到耶稣基督，跟着他，看着他，跟随他，这就是这个完美信心的榜样。他也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信心，而不要再看以前的人了，而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接着说呢，因为在他那边有，对吧？有面前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看清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的宝座。你把这三个重点拍出来，一个什么？面前的喜乐，忍受十字架，神宝座右边。在这里，如果说你去读圣经，我刚刚讲到，喜乐跟苦难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圣经的教导中，完全是联合在一起，绝对没有说你只有喜乐，只有荣耀，没有苦难。你看保罗。不要讲保罗怎么样，就保罗他还没有被呼召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追杀基督徒，史提凡在他面前死掉，对，他去追，但最后神呼召他了以后，他为神什么呢？为耶稣基督，为这个福音受苦受难。读他的书，这个书信你就看到他受到多少苦难，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所盼望是什么？他的喜乐是什么？想想看，那耶稣基督他来知道他道成肉身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在钉死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祷告，你可以想那个祷告是多么的痛苦。他知道他要背负所有世人的罪。不是他当时的人，而是以后任何人的罪都要摆在他身上，他去负，被钉死十字架，那种苦难、那种痛苦是多么的难忍受，但是他接受，所以他不看到羞辱，人家羞辱他，你看在这个他被捕以后，那些羞辱他的事情，他不在乎，他还是为了十字架，他所看到的是神给他的荣耀。他所看到的是，他要完成天父交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这就是他的喜乐，他的目标。然后最后怎么样？他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他从天上神的儿子降卑到变成人，在贫民窟里面，然后他为了贫民窟里面的人受罪受难死掉了以后，然后神把他提升到神的右边。做王，这是一个多少最高的荣耀？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除了永生以外，还有什么？基督再来以后，千禧年以后怎么样？执政掌权也是我们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盼望，我们最高的目标是什么？以耶稣，看到耶稣就是我们的典范，他受苦受难，最后是坐在神的右边。我们。
能不能坐在神的右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都盼望什么？神说你是一个好仆人，这也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而不是说神责备我们。那好吧，你到边一边去吧，也没有什么。我们都希望神能够在我们天上快快是个好仆人。接着他说：“你这位人说这样顶撞耶稣的人，你们要好好的想，劝告他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呢，怎么样？要仔细衡量自己的苦难跟耶稣的苦难相比，摆在天平上比一比，谁多谁少。”可以想象到，当耶稣他忍受所有的敌意，你想想看，当他在开始传教传道的时候，他所受的歧视，最后在钉死十字架，那是无比的羞辱。你看，在钉在十字架还没有死的时候，底下人讥笑他：“你说你是王，你是神，你下来吗？解救你自己。”你把以利亚招来吗？还受那样的羞辱，但是他知道他去，他接受了。可以想，在第二节的时候，你看注视耶稣基督，这时就看到你不仅仅要看着目标朝着耶稣基督去看，而且你要把他所受苦受难在世上这三年受苦受难的，跟你自己的受苦受难摆在天平上比一比，量一量，谁受的多，谁受少。接着他说呢，你虽然你是跟着耶稣的看着耶稣，不是就是说让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有一个鼓励在这里，而且呢，他们的灰心，比如说他们的灰心，他们想要离开，不是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今天来了教会不高兴，我走了我就离开，不是，是渐进的。你知道魔鬼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你拉拉拉拉拉到他那里去，他不会说今天就把你跟着他，不会，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让你受苦受难，让你去看慢慢离开神。所以在这时候呢，他很担心他们的情形，就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把他们的眼光注视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看到自己的受苦受难，这样子你才能够离开那些灰心的事情，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些受苦受难的感受。你跟耶稣基督比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事情。接着说呢，第四，他讲了就是要有管教的心的时候，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就不念了，我们因为刚才念过，我们先来看这些。这一节很有意思，他说呢，你受苦受难有什么了不起？你流血了吗？你为神的话也要殉道了吗？这你看刚才讲说你跟耶稣基督的苦难比比一比，衡量一下，衡量到什么？耶稣基督最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你现在受苦受难要你去殉道了吗？没有。你为了耶稣基督流血了吗？你为神的话语，你为神的这个流了血了吗？没有。所以呢，你不要认为说这些事情就让你离开了神。当你基督徒一定会碰到一些事情，最常常碰到就是说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你今天看到世界的动乱，常常就是这个不信基督教的跟基督徒的动乱，跟基督徒的征战，可以看得到这些人他们所犯的罪呢，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他与你征战。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要怎么样？耶稣基督他受到所有人的罪人指责，他的人他最后是怎么样？死了，当然他又复活，但是他在死的那段时间，接受被钉死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受的时候呢，那些人对他的敌意是什么？你不要讲，不是非基督徒，当时没有基督，只有犹太人。犹太人对他自己的族人，耶稣也是犹太人，他
他们这么样的恨他，把他交在罗马人、外邦人的手上，叫他钉死这个耶稣基督。你想想看，他们是如何跟耶稣基督斗争的？但是耶稣基督接受，所以，作者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他的读者。当然，有人可能已经殉道了，但是当时还活着的人可能还没有。他也许有些迫害、压迫、逼迫的时候呢，但是他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这个信心呢，来见证神的，而不是像就如何就离开了神。重点是在他们还没有死，还没有为神的去殉道，也可能会碰到更难的事情，也可能会去殉道。所以，但是在他当时的生活之中呢，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苦难来比一比，量一量，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说你还没有到死的地步，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接着呢，他又是用第五节、第六节呢，他引用了箴言的话语说：“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要看轻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他是用箴言三章第十一十一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他用这些经文来劝勉当时的基督徒、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应该对这些旧约的经节是非常了解的，也是一种鼓励。这个儿子呢，就是这封信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受到主管教、受神管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旧约的时候有多少神的管教、神的惩罚、神的教导。他们有接受吗？没有。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有多少的教导？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有悔改的吗？很少。但是还是把他送到十字架。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非常很多人很轻视这个就神的教导，神的话语他不接受，而且藐视他，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在受试炼的时候失去了勇气。神要用你，一定要试炼你，把你炼成像什么金晶一样，没有杂质的，他能够大大的使用你。这就是说，当你受到试炼时，受到苦难的时候，你把苦难的那种感受关注在耶稣基督的苦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那是神在管教你。神在试验你，就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他轻视这些时候的，他就会怎么样？会灰心，看不到长远的利益。你管教我干嘛？为什么要管教我？看不到，所以他也就看不见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关心。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到神的爱的时候，你所受的试炼，你可以想象到神要用你，神要把你炼成一个金晶，他有他的目的。这就是这句话意思。对儿子说话的时候，在主的管教的时候，不要轻视，不要轻忽，因为你接受主的管教、主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会让你的信心坚定，你愿意接受神所给你的试炼。接着说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到神爱我们，所以要管我们，因为我们他儿女，所以管教与爱是一个神对待他的子民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也知道，你爱一神爱的时候，他不是报复，不是因为我们罪人，他给我们的管教、给我们的试炼，不是说因为我们在惩罚我们。当然，你又犯了罪，神也许会小小的惩罚你，但是他的爱足够你用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回心转意，离开那，所以总是有益的，而不是说没有用的。
在这里他用的是真正儿父子的关系来比较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主爱他必管教，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旧约讲到这个，看到这个父子的关系的时候，也是这种父子父爱的，你要父子的爱亲情在这里。所以呢，当你有这个亲情的时候呢，他所纠正你的爱的是纠正你的是的错误的是因为是出于爱。所以我们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骂打的时候，就是说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也是说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所以要管教我们。所以父母亲管教儿女的时候，也是因为希望儿女能够走到正道上，而不是什么偏离的是正道啊。从这里可以看到，管教儿子呢就成为一个代名词，就是说是基督徒的一个代名词在这里。他用这个旧约的经文，主要是对这个管教，也是对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旧约的教导是非常理解。他用耶稣基督他忍受这些苦难，忍受的这些啊，这个毁谤啊、轻视啊，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他也期望他的读者，也就是这些儿子们，神的儿子们，能够同样的有耐心接受他们所受的试炼，因为只有你在了解管教的背后的目的的时候，你才能够接受。要我们在小的时候受到爸爸妈妈管理管教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心里不高兴，可是你知道事后回想说，父母亲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对我们的益处，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神要管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管教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个父母亲不管你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什么？你做父亲，你就没有这个父母亲的这种权利在那里，能力在那里。如果说你要逃避你父母亲的管教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儿子的身份。这个其实也造成我们今天的社会的问题。小孩子不能打，不能骂，尤其在美国的社会，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社会有没有不能打、不能骂。尤其是你说话有重点的，就可以，小孩子可以打电话叫那个。我在啊，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短片，有两个警察。因为有小孩打电话给警察说他妈妈虐待他、打他，所以他们来调查。他敲开门以后，妈妈不知道这个儿子打电话给警察911，说警察来了。他很惊讶看到这个事情，他就问是什么事情。他说：“你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你虐待他。”他说：“什么时候我虐待？”他说：“他今天。”他就问他：“你什么时候？”他说：“他拿打我，他拿皮带打我。”那警察就问他为什么拿皮带打你，他就问他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打他呢？他说他逃学说谎，我要管教他。警察把那小孩抓了一遍，他说就是因为你犯了这个错，就是因为你做了说谎，你妈妈管教你。如果说我在看到你为这件事情被管教，我会来管你。这个小孩就从这个片段就觉得，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小孩他所说的，如果说警察没有这种证言，就认为说小孩是一被虐待的时候，谁会受苦受难？他的妈妈，而不是小孩。但是警察他有一个正义感，他认为说他妈妈做的对。我们在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之苦。可是这里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不管教小孩，你就不是父母嘛。如果说你是小孩不接受父母的管教，你就不是他的儿女。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社会的动乱也就是这样的情形来的。2000年就已经看到这件事情，要受管教，而且是在灵命上受管教。所以他就是说讲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真正的儿子都会服从父母亲的管教。
当你不服从父母亲的管教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做父母亲的儿女，也就是说，你不是非法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关系了嘛，你不是非法。然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真正的儿子形成了一个对比，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你做在属世上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在属灵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然，这里讲我不是说很容易了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私生子啊，你不管他，当然就是说你不是我生的，所以我就不理你了，对吧？就是说你不是合法的嘛，所以就造成一种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儿子的地位，儿女的地位。然后呢，因为你不接受，所以你就没有这些责任。但是真正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你就要接受这些管教，你有责任去接受，而且呢，你要经过这些管教成长，做人走在正道上，这是管教的目的。对人来的是讲的话，那他就接着说呢，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亲？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作者在这里管教是就已是地上的管教与天上的管教，属世的父亲跟属灵的父亲来管教的时候，在世俗上我们做到父母亲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非常尊敬，会尊重我们的父母亲。我想着你们自己都有小孩，也都知道小孩是如何的。尊重你们，因为你管教他，教导他，你得到的儿女的尊敬，儿女也因为受到你这样，他也接受你的权威，因为你是用正确的方式教导他。刚才讲过，如果说在这个社会的动乱之中，要恢复这些主权或者是权威的时候，是开始哪里？从哪里开始？从家庭开始。如果你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的时候，那就很可能不会造，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不顺服的事情出来。可以想象到，一个社会的缩影就在一个家庭之中。家庭的权威，父母亲的权威是在这里。可以想到，我们的传统是父母亲这永不上这个权威，可是现在就是个人主义、自人自由主义者，父母的权威变。减少了，你要尊重你的小孩，你不能对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个什么涉案的人会来调查你的事情。就像刚才那个例子，可以想象得到，这里呢是一种造成社会动乱一个根源在这里。所以，如果说一方面崩溃，另一方面就会受害者，不论是儿女或者是父母亲。有一方不遵守他自己的职责任的时候，就会造成是这个家庭就破碎。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想象的。但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比较呢？他主要还说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以属灵的原则来看这个世上的事情。他这里用什么？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顺服他而得生吗？这个万灵之父啊，在这里啊，新约之用，你在其可能只有在这个地方用万灵之父，其他地方都是天上的父、天父啊，什么父什么呀，天上的、地上的这些来说明神的这个个性，在这他是用万灵之父，等于说他主要是想所有人类的父母亲做个对比。他是万所有人的父，这当然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成为基督徒，你才会接受这种思想。但你不是基督徒，你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思想。所以，他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称呼呢，也主要就表现神的能力。是我们常常说神有大能，神的这个能力，神的那个能力的话，想象得到，因为他是万灵之父，他是万灵的神，他是万灵的父。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是，他是属灵生活的父亲。所以我们说天父啊，天父，我们想想看，他是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你我个人的天父，而是所有人基督徒的，更是所有人的父亲。他造人，
只是说造人以后有人犯罪，为了救赎他，让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又回归到他的这种关系里面，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他万年的福。那这里呢，属灵的管教呢，就成为实质生活上的基本特质。我们今天虽然还活在世上，是一个属世的生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受谁管教？不是受牧师啊，不是受我们在上主，而是受神的管教。你读神的话语，你了解神，你看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管教。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会让你了解所做的事情，让你能够回心转意，再回到万年之父的圣殿。这就是我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怎么样准则，生活的特征，而不是说啊，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生活就还是一样，不会，神不会让你这样做，因为他在管教你。那只有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怎么样？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才是有开始有意义的生活。当没有信主之前，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不知道在追随什么，我不知道在找什么，我的生活是什么？功名利益。是吧？我赚多少钱？我在职场上有没有名望？能不能升官？发财当然不可能，你不给人家做，绝对不可能发财的。但是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种事？所追随是，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你的目标不一样。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荣耀神。你的目的是荣耀神，所以凡事不得神喜悦的事情，不要去做。这就变成你生活的目标。以前生活没有目标，就是只要能够赚钱，是口袋饱饱的就很高兴的。不是，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是一种，因为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是那种，那就是你的成就感。但是你信主以后，你所要做的事情完全与属世不一样。你的生活背景是在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是在教会里的生活，是团契的生活，是神子民、神儿女的生活。这就是你生活背景，从你以前属世的行不一样，你才有意义，有这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你的目标是荣耀神，而是要得神的喜悦。接着呢，他用这样问你：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万灵之父造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那什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有顺服他，才有生命，才有属灵的生命，才有意义的生命。虽然我们还在属世上，在这世上活着，我们的肉体会慢慢慢慢的衰退衰微，但是你的灵命一定要继续的生。所以成一种对比的情形出现。他接着说呢，什么肉身的父亲照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是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这里呢，他把刚才讲到万灵之父，现在他又回到肉身之父亲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对比。我刚才讲，他万灵之父把这个神称为是所有人的照父亲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人肉身的父亲呢？他管教你，大概最多也就18年。你18岁以后上了去念大学以后，就是拜拜了。你也看，做父母现在看不到他了。他要生活怎么样子？他要回来就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回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不对？他尊重你，他爱你，他会常常回来看你，打个电话问问你什么。但是你管教他的时候，就那18年。离开以后呢？是短暂的，但是你父母亲管教儿子的时候的儿女的时候是什么？是随自己的喜好。当然不是我今天高兴我就管你，不高兴我就管你，我高兴我就对你好，你不高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喜好的意思是什么？是随自己的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做事管教小孩的时候，
当然，一定你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情绪上做这些事情，这以我来讲的话，我是可以做这个见证的，因为我自己的脾气不好，当受到小孩这种那脾气发起来的时候，就是不管了，所以这也喜好上，无论世俗上所遵循的原则多么崇高，我的道德标准非常高。我的小孩全部要造成我的道德标准去做，不错，你的目的这个是很崇高的。但是呢，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喜乐的时候去啊，我喜欢这个小孩的时候，我的道德标准可能就 low 低一点啊。但我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高一点，就是什么？这个不是，这就是你自己以人的个性来教导的时候，可能不是绝对正确，也可能不是明智的。也可能是违背儿子的利益，是儿女的利益。这个我当然，我们在这里社会上可能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说你在以前的话啊，也许在比较古老时，譬如说讲到这个媒妁之言，那儿女这个叫什么男婚女嫁的时候是怎么样？父母亲决定就好了。父母亲有时候，你如果看宫廷剧，你就看到为什么自己的利益就叫你跟这个人联姻，跟那个联姻，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你以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件事，可能违背你儿女的意。现在当然不对这种事情没很少，其实在西方东方有些国家里面还是有这种制度在那里我知道在印度还是有这种制度，那媒妁之言，父母亲决定了你就去。在美国是大概是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那神管教我们是什么呢？因为他了解我，他是完完全全的了解。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生都在他的什么笔记本上。他看到我说哦，你大概要做这件事情了。他来管教你，这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而做的。他说什么呢？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管教，他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样，我需要什么样子的管教。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些话语就冒出来，我一看，哦，这就是在说我，这就是神在管教的，是圣灵的感动让你得到这种。当然。他也不会做的绝对的过分，但也不会忽视我们的需要的管教的情形。你们听到就是神给的力量是绝对足够的，所以他管教我们的时候，绝对是让我们能够接受的，而不是说我们不能接受。当然，你所碰到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是特别的有苦有难，神是真正的是要怎么样试炼的。让你成为他能够用的器皿。你回想到你以前所受的受苦受难，尤其是让你成为基督徒以后，那有的你们这信主很久了，我是没有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当你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你回想以后，神怎么把你带领出来，神怎么样子，因为你受的苦难，让你能够怎么样？见证，这也就是你跟随神，神试炼你，神用你的这种方法，让你成为一个好，他可以用心，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的需要的管教的情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会适当的管教我。他管教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的儿子们分享他的圣洁。他关心的是我们永恒的福祉，我们永恒的生命。他管教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他喜悦的，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也希望我们也是圣洁。我们在接受主以前都是罪的。你的罪性还在你的心里中，所以保罗又说一个成圣的过程，你成为圣洁的过程。你基督徒不是说我今天翻篇了，那就翻本书我翻篇了，我就变成完完全全是一个圣洁的人。
不是的，你会成这个成圣的过程，你是一个旅程，你慢慢慢慢，目标专注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朝那个目标走。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活出耶稣的样式出来。耶稣的样式是什么？他受苦受难没有怨言，他甘心的去受苦受难。我们是不是甘心的去受苦受难？这你把眼睛放在，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圣洁，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之后，看到主的时候，看到神的时候，神很喜悦我们的，而不是还是个灰溜溜。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在看到神的时候，我们的圣洁是他所喜悦，他就在这我们活在这世上这个短暂的时间，接受了我们属世的父亲的管教以后，属灵的父亲是一直要管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喜悦的一个人。这里讲到，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后来却那些。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义是什么？因信称义，称义什么？神说你没有罪了，你是圣洁的了，你与我和好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这就是义。那你如何得到呢？当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有苦有难。有哀叹，哎呀，我受不了了，怎么又是这种事情了呢？怎么又来管我了呢？但会觉得很痛苦。如果你把眼光放在远以后，将来你会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这个永恒的生命是跟神在一起，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是不是也要圣洁？在新天新地创造完里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新的生命，也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是不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所以在你读经、祷告、受神管教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受不了。但是你把眼光放到远远的时候，后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这里呢，所以受管教当时看是不快乐的事情，是痛苦的事情。可但因为看到后来，将来我们要在新天新地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要有圣洁的生命的时候，就会得到所受的管教所受的痛苦减轻了。你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神的身上，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说，从这样的过程中，成圣的过程中呢，你会看到有成果。不知道啊，你们家里有没有种水果树？刘总家也有吧？你要常常去修剪嘛。那个谁以前的刘宝明，他也是常常要修剪，对不对？你修剪是什么样？为了要结更多的果子。耶稣也有讲过比喻嘛。如果这个树不剪了，它才会结果；不剪的话，就不要砍掉了，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作者是用这个修剪的意义来讲，提醒这个管教的事情。所以他看到，如果说我们因为受了管教，能够结出很多果子之后，它是什么？平安的果子来了就是义，所以义跟平安是在一起。当你心中有罪的时候，心中不合理的时不安定的时候，你有罪，这个叫什么罪恶感的时候，你心不会平静，不会平安的。当神告诉你的时候，要做遵守他的话语的时候，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不会平安的。但是神，你接受了以后，你心里会平安，你就是变成称义，就是义的。没有义就没有平安，但是每一个人和神和好的时候呢，心里就有平安。我想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经验，多多少少，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是平静的；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心里不是平静。这是我们所盼望，这是也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读经祷告受神管教，是因为神要我们圣洁，是因为我们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愿意看到我们的喜乐。我们也知道，当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是很不高兴的，啊，没有喜乐的。但是小孩子听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有面子，也很高兴的事情。这也就是神所愿意看到我们他的儿女，他管教我们的目的在哪。那以这几节经节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完美的这个榜样，完美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嘛。你怎么样有以这个榜样？第一个十一章讲到这么多名人，这么多有信心的人，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学习的典范。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所接受的事情，他没有看到我神的应许，但是他们还是完全的接受。他们所在这生命之中，他们抛弃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罪恶，然后呢，把眼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完美的信心，他是创造者，他是完成者。所以我们以他的信心为我们的信心的榜样。当然你也要接受管教的信心。当你接受管教是会痛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你不是看到我现在受苦受难，而是你看到将来得神喜悦的那种喜乐。就好像耶稣基督看到他能要完成父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愿意上十字架，最后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他的信心。因此在这些所有的教导中，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在任何考验中要坚定，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信心，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个很难的，我若说把你送到殉道的断头台上去，你还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做都做不到，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不要轻视神的管教，神的话语不要去试探。读经祷告是一定的生活，一定要做的，这是我们应该的，看得到，不要轻视它。然后呢，要接受和顺服神的管教。当神用他的话语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怎么样？过去就算了，不是，要顺服，要接受。因为神管教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成为像神一样的圣洁，要我们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我们要所目标的，所接受的。当然要接受神的管教，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不接受圣灵的管教，你怎么结出圣灵的果子呢？这是讲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我们的圣洁，为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以耶稣基督完美的信心为我们生活的典范，关注于他，看他所受的苦难，然后呢，要以信心接受神的管教，不要灰心，要坚忍的信心。从十一章一直讲到信心的榜样，信心的榜样，在这里把整个说，把信心的结尾说，针对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不要灰心，要坚忍，要忠诚的坚忍的信心，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在我生命的舞台上，我是如何见证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生命的舞台就是现在，你不要说，等我以后升天以后再看到神，不是，那来不及了，你现在就要做的。神给你的爱，是给你的祝福，是在这世上能够荣耀他，能够见证耶稣基督。这是我在我现在生命的舞台上我做的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是不是非常谦卑虚心的接受神的管教。
你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绝对会有什么谦卑、虚心、受教育。你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你就不会有这种谦卑顺服的心。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顺服？你把眼光放在他身上，看他顺服的信心的时候，对神的爱的时候，对人的爱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是如何要做这些事情。最后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来做个互勉。要为信仰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这永生而蒙召的，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承认过美好的信仰。我们今天都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打胜这个仗，与魔鬼的仗，与这个属世的仗，与我自己肉体上的这些罪性的仗，这是我们要打，要坚持的，要做好这件事情。今天的主日学到这里。